经生死边缘，师父忽然顿悟到了一切，或许冥冥之中的安排是希望他能帮助更多人。说也奇怪，他开始对于事物的灵性有了不一样的感应，也让他了解命运的真相。命是有高有低，人出生呢就有高有低，他定完了，出生你星期几出生，几月几号什么年，你出生完了他就定完了。是这里不可以改，可以改是你在哪里不够你就加，在哪里不对你就改。人有五格，是吧？金木水火土，火多加水加土，让它的是稳定。